大家一定要全力的支持，好吗？举办粉丝见面会送好礼，电视台与日本吉东电视台联手打造实境综艺节目，邀请艺人王彩华、胡宇威、夏荷西担纲主持，成为流动美食摊贩，带动台湾夜市文化，过程相当不容易。我们在进去摆摊之前，记不记得我们还去龙山寺拜拜？对，还祈求一切顺利。对，结果一到里面，一切都不顺利。我只是让人摆的耳呆啦，耳呆做拍价。对啊，你要做拍价，拍价。你应该讨厌最讨厌那个。我跟你讲哈，伊是安怎派驻，你知无？因为不能讲那么多，还没播，还没播。这个耳朵，然后只能骂。胡宇威师傅一直在调那个酱汁，哎，淋到吼差不多要掉油脂杯啊。挑战美食一波三折，冲突困难不断，要料理又要吸引顾客。当主厨好难。要顾到大家的价嘛，当然大家是也有贡献他们的努力。三位主持人在节目拍摄结束两个月后，对摆摊仍然意犹未尽，也感受到夜市创业路真的不好走。三新闻台北总。